粒米需如何降血糖？石丽娜，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。玉米须是我们中药的一种，它具有利尿、消水肿和减肥的临床功效，可以辅助降低高血压。据研究发现，玉米须当中有些成分有双胍类的降糖作用，可以促进我们体内胰岛素的分泌，所以坚持通过玉米须泡水当作茶饮，可以辅助治疗糖尿病，可能有一定的益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，目前没有任何一种中药或西药可以彻底治愈糖尿病。玉米须降血糖这个效果在糖尿病的治疗当中，它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成分。因为如果对于血糖明显比较高，或者是患者胰岛素功能特别差的，如果仅仅依赖于中药或者是这个玉米须来治疗的话，有可能会造成血糖长期控制不佳，继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。所以呢，建议还是接受正规的治疗来控制血糖的情况。专家提示：一，玉米须是中药的一种，具有利尿、消水肿和减肥的临床功效，可以辅助降低高血压。二，玉米须当中有些成分有双胍类的降糖作用，可以促进体内胰岛素的分泌。三，玉米须泡水当作茶饮，对于辅助治疗糖尿病可能有一定的益处。四，如果血糖明显升高，或者是胰岛素功能特别差，仅仅依赖于玉米须来治疗，有可能会造成血糖长期控制不佳，继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。五，建议患者接受正规的治疗。